哎，再一见老头被圣灵打吗？十一，打呀，你去哪？我去哪？哪？你才钻一啊！好牌，现在可能没人打呀。打呀，刘诗云，怎么说？搞个内幕？不是很难内幕的耶，不是我们这个车队全是五费，怎么可能会塞在一起呢？不用啊，我为什么一为什么一定要五费啊？我一不你都是五费，你肯定是五费啊你。我们一二三四五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一定要都是五费？我绝对是三费，我绝对是一费。我也零点五费吧。对啊，为什么一定要都是五费呢？我们一二三四五不就刚刚好吗？对，老头被十。老他被十一月，他说能说的吗？这个能说的吗？应该五费不能一起待在一起吗？不行、啊，对，五费不能待在一起，但有可能会改赛季他。听说是有以前的外援，但不是很多人都没玩游戏的吗？对啊，他们说找卢博，卢博人都不见了，不知道干嘛去了。